大家好，我是 Sonia。 今天真的很多人哦，有点紧张，不好意思。那我 Sonia 呢，本身是担任广告 AE 的工作。那广告 AE 的工作内容呢，就会常常需要有跟拜访客户啊，跟客户厂商之间沟通这样子，所以常会需要使用到手机。那也好险哦，中华电信的那个各种的优惠优惠方案，让我可以免于那个每个月手机账单都爆表的问题。那如果呢，你也是跟我一样认真工作的朋友们，那我也建议你们可以使用中华电信的优惠资费哦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